小姐，先别走了。哎，各位，你放了。亲你了啊！哎，甭谢了，你啊，跟我到公安局做个证，好吧？哎哎，何大哥，我这第一次，你知道你就放了我是吧？你这有第一次还不有第二次吗？过来，老实点。行了，我已经丢什么了？你看人大喜，给老实点，听见没有？不是，你不要我动枪了是不是？不是，哎，老实点。听我说呀。哎，老实点。听我说呀。哎，老实点。听我说呀。小姐，你去哪儿啊？哎，你回来，回来，你给我拿包了，跟我回来。 老实点，打！老实！哎，哥们，喂，我招客了。什么？你逮了一个小贼儿？啊，行了，你自己看着处理吧，啊。 这两把钥匙堪一把锁，有没有被复制的可能？被复制？这不可能被别人复制。那这92,468.06记得也太清楚了吧？昨天下班以前是我们经理让我到银行提出来的，这是我们公司账上的全部资金，是经理看着我锁进保险柜的，然后下了班，我们都是一起走的。 为什么把账的资金都提成现金呢？哎，我是这个公司的总经理啊，哎，我有这个权利啊，没有为什么。请你正面的回答问题。直接回答我。是这样，现在呢，生意一直不太好做，公司的效益呢也越来越差，欠款越来越多。我这样做的目的呢，就是怕债主。 到时候把我银行的账户给我封了。你们昨天什么时候离开公司的？7点。10点钟关大门，7点钟至10点钟，你们干什么了？有证明人吗？下班以后，我带着女儿到大华影院看电影了。什么电影？有话好好说。哎，我这不是跟你好好说话的吗？大曾。 一会儿好好说说电影名。你呢？啊？啊，小燕，对不起，我得和警官说实话。是这样，昨天晚上我的秘书周小燕一直和我在一起，对吧？哦，我想去趟卫生间。 走吧。他没说实话。谁？钱经理啊。 我昨天晚上根本没跟他在一块儿，那你干什么去了？我看电影去了。谁能证明？张兰英和他的女儿啊。你等会儿。怎么样？周小燕不承认跟钱继发那天晚上在一块儿，说她看电影的时候碰见张兰英母女了。 就地突审那俩女的，钱继发，你去局里做笔录。啊？倒霉。
下班以后大概7:10，我去肯德基吃了快餐。8:00路过大华电影院门口，碰见了张兰英带着她的女儿去看电影，电影的名字叫《有话好好说》。这部电影我早就看过了，但是一想自己也没什么事儿，就买了张票也进去看了。你跟张兰英母女是坐在一起的吗？没有，我是等他们母女进去以后我才进去的，是坐在他们母女的后五排。电影演完了以后我就回家了。有证明人吗？没有，我住单身宿舍。好，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？你跟钱继发是什么关系？我不说你也应该知道，就那么回事儿呗。就那么回事儿啊？就那么回事儿呗。刚才问你证人的时候为什么不提周小燕？我们只在电影院门前打了个照面，没什么印象。他那天穿什么衣服？好像和今天穿的一样吧。你们坐一块了吗？没有。你们是一个公司的同事，现在电影院里又不对号入座，为什么不坐一块？我不愿意和他坐在一块，因为他和我们经理是那种关系，那种关系的女人我觉得她脏。走，叫走石榴。哥们儿，放饶了我。你有本事逮那女的，你跑比我还快呢。那女的是失主，你是贼，别让我给你来硬的啊！给我走。哥们儿，我走。哥们儿，我这喂，走。咱有什么话？哥们儿，不是咱有什么话呢？我靠起来。干嘛靠我呀？不是我没犯什么错，对吧？再有错的时候，我有错，有证人说我有错吗？没有，谁告我有错的啊？我亲眼所见，亲手所抓，你敢起来？不是这。您绝对是一误会，我告诉你，让他消停。不是让我消停，不消停。不，你们听我说啊，我没有犯罪啊。你们带我到这来干嘛？干嘛呀？暗示你们举报了，我们传讯你是因为你没有不在现场的证人，目的是把问题搞得更清楚。那好，我要请律师。可以啊，就是现在不是时候。不是时候，那不行。我现在马上就去请律师。站住！不，你让我出去，我要请律师。不，你们干嘛？你们干啥？不是，你们干啥？干啥搞我？不是，有什么事儿？有什么事儿？您先给我靠这儿了。我说，你干啥？你干啥？不是，不，我干的有没偷东西？我告诉你，你要有不是，赶紧说。哎呀，我现在，你干啥呀？打电话请律师。不是，你们干啥？交当地派出所吧，这种偷鸡摸狗的小案子你也弄不出什么名堂来，再说也不归咱们管辖范围。哎，大曾，这样吧，周克是初次独立办案，就让他拿小毛贼先联个手啊。哎，你好，稍等啊。喂，你好，我是季兰。啊，对，刑警队的，麻烦你啊，帮我们查一下，看你们那有没有一个叫钱继发的档案。好好好。哎，有我们这儿电话吗？好，那好，谢谢你啊。哎，再见。周克，按老汤说的，你先练练手吧。但12小时之内必须找到失主，让他出来作证。是。喂，我是刑警大队，请查询一辆红色的面的，牌照是京B13856。是哪个楼门啊？给了钱，一会儿进去了，没看清，不是这个就是那个，不是这个，就是这个，你再好好想想，不清了，到底是这个还是这个？就不是这个就是那个，对呀。
喂，我是周克呀，曾组长。我是大曾，啊，你说吧。他一边脱衣服，一边让我跟他一块洗澡。嗯，好。然后呢？哎，老实交代问题啊，别在这犯黄。我刚才交代的就是问题啊。什么问题啊？就是丢钱的问题。丢钱说丢钱，扯什么脱衣服啊？我不是为了证明我和小燕一直在一起，我没有作案的时间吗？你现在什么也证明不了，周小燕根本不承认当时跟你在一块儿，除非你能找出第二个证明人来。这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情，我上哪儿去找第二个证明人啊？坐，不用着急啊。你必须老老实实交代问题，争取有个好态度。你到底拿没拿那笔钱？哎，什么？信号又断了。谁呀？周克，组织观念挺强的，现在一步一请示。哎，是。嘿。哎，来，接着说。嗯，什么地点？哎，这得十块钱一盒吧？五块。可以啊。好。张网。嗯。你赶紧带着家伙，支援周克。有紧急情况，向东街南华小区五号楼。这个客户哥们儿，你来的够快的。大曾说这儿有紧急情况啊。可不紧急吗？一泡尿憋了我好几个小时了。嗨，我啊得赶紧找厕所去。你帮我盯着那两楼门，然后呢，密切注意这个人的行动。好吧，啊，行，哎，听好啊，哎，啊，注意点警察形象啊。喂，有人吗？麻烦开下门。没有。对不起啊，有紧急情况，麻烦开下门，我是警察。等一会儿啊。哎。对不起啊，借用一下卫生间。在那边。哎呀，谢谢啊。嘿呦，可算是找着你了，这个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。找我啊？你忘了今儿早上在公共汽车上有一小贼把你的皮包给拿了，然后他死活不认账。那个什么乱七八糟的，你认错人了吧？我这警察的眼睛还能认错人？你就是警犬的眼睛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哎，就凭我出门能坐公共汽车？我就是打车我也得打皇冠呢。行了，上完厕所赶紧走吧，我还得换衣服呢。嘿呦，哎，上趟厕所也用不着50块钱呢，神经病。尿舒服了？甭提有多巧了，我去的那家就是那失主，可是他硬是耍赖，连坐公共汽车他都不承认。哎，要不然咱们把他抓起来去见那小贼，看他到底是作证还是不作证。嘿，抓贼还得要证据呢，何况证人啊。你要让我跟你一块犯错误。紧急情况撤销了啊，我给大曾汇报。现在只剩咱们两个女人，我希望你能如实地告诉我，一号那天晚上你都干了些什么。他
他是不是跟你们说什么了？说我和他？说了，什么都说了，而且非常详细。我没办法，我一个人闯，没个依靠不行啊。你是会计，公司的财务你最清楚。经理把款都提走了，生意不做了。经理要怎么着，我们能说什么呀？反正我也觉得不太对劲儿。怎么不对劲儿？提出现金方便呗。这么说，那个姓钱的跟你快结婚了？是啊，您肯定明白，像我这样的人，这么多年下来，要是最后能结婚的话，那是最好的结果。嗯，这年月两人结婚过日子得花不少钱吧？我明白您的意思了，事儿已经到了这份上。大姐，我觉得您是个好人，我就什么都跟您说了吧。钱继发，他原来就打算跟我一块儿拿着那笔钱到马来西亚去。他说公司要破产，他让我们俩互相作证，说警察只要有我们不在现场的证据就没事儿。当时我就答应了，也没说准时候。可是他真干了。你们一来，我就吓坏了。你刚才不是还说钱继发是你的依靠吗？怎么这会儿又全说了？大姐，您不知道，现在案子发了，他早晚会被逮进去的。我反正是靠不上他了，像我们俩这种人，还不是大难临头各自飞。在这签个字。大姐，这算不算预谋作案啊？这张兰英母女的证词是一致的。哎，你觉得张兰英这个人怎么样？嗯，人有点古板，不过他也怪可怜的。他在那个钱继发他们公司里头干了三年多了，那姓钱的现在还欠了他八个多月的工资。他那个离了婚的丈夫现在又付不起抚养费，他们那个破家呀，哪像是白领阶层住的，跟咱们老汤他们家差不多。他说现在一定要处处的节省，以便以后供女儿上大学。来，喝茶，喝茶。都在。新泡的茶。谢谢。组长。啊，在打灯。大灯，事主已经找到了。可是他不愿意作证。12小时了，赶紧放人，快快快，放人！老哥，对不起你了，我瞪着眼说瞎话，可是也真是没办法。您说这回要是给我判了，我这辈子不就完了呢？你还想到一辈子了？我跟你说，你今天是侥幸，迟早有一天啊，你还得折进来。我再也不偷了，就这回我也是第一次。我看你像生手，哆哆嗦嗦的。
这老实说，我也是生生，不然怎么会跑那证人呢？哼，这不是生手碰生手就成全我了吗？我还得谢谢你呢。损我是不是？没有，我说你这年轻轻的干点什么不好啊？我不是说我不想干点什么，我到哪儿去打工吧都不景气，开不出钱来。我爸呢又下岗了，我妈病了躺在床上，天天吃着药。妹妹这要开学，又要交学费了。我，嗨，家境实在是，我是给逼的这样的我，所以这不就学了《流浪者》里的拉子呢？得，又给自己编故事是不是？嗯。我就烦那些犯了错找借口，愣说受什么小说电影的影响啊？那雷锋不是摆那儿了吗？干嘛不受那好影响了啊？得了啊，你家是不是到了？啊，嗯，走吧。你家呢？啊，我家就在前面呢。哎，我说，你家跟前面，你让我跟这儿停，快走。哎，老哥，我求您点事儿。嗯，您呢，一会儿也别见我妈了。要是他知道您是警察给我逮过来的，回头他一着急那病更厉害了。我爸打小就教育我，说是饿死也不能当贼。我这回是实在是没办法，要不是我妹，我家呀也不在前头，那种我家就在那儿。哎，老哥您回去吧。发带来了。您好。啊，你坐吧。哎。哎呀，你们没有白天没有黑夜这么忙活，就吃这个。我们哪能跟你比呀？嘿，好，您大经理，天天吃好的吧？那也倒不是，倒不是。不过俗话说，有钱不花，丢了白搭，是吧？可是你说我那个钱丢的啊，他心里边窝囊。丢了怕什么呀？丢了再挣啊。你瞧你那名儿多好，姓钱，有钱了你还继续发。嘿嘿，好，今天借你的吉言啊，我请客。行了，这黄瓜不要吃了，不要吃了。那个方便面收起来，不要吃了啊。走吧，烧鸭仔，我请客。啊，走。陈继发啊，回问讯室了。哎，你们问讯我的时间可已经超过了12个小时了。啊，延长拘留，为了弄清你的问题。啊，弄清我的问题？哎，我那点问题你们早应该弄清楚了。你们这工作效率也太低了，我公司里边那么多业务，你们不能总耽误我的时间呀。啊，时间就是金钱，你懂吗？哎，你哪那么多说的呀？啊，走。哎，不是，你听我说啊，如果超过了24个小时，那这个问题性质就要在案情没搞清以前，你仍然是犯罪嫌疑人。现在我问你，希望你如实回答，你以前有没有过犯罪记录？
我觉得你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奇怪。我告诉你，我钱继发从来没有过犯罪记录。这是从你家乡的派出所传过来的。行啊，十五岁因偷窃拘留十五天，二十岁走私进口手表行政拘留一个月，三十岁因诈骗罪劳教一年。钱继发，你是老油子了。我是有过前科，人生一世，谁能保证不犯错误呢？但是你们不能因为我有前科，就证明这次我也犯了罪啊！起码证明你不老实。你给我看看专法院的证词。钱继发，你要是个男子汉，一是一，二是二，敢做敢当。说实话，我曾经动过这个念头，我也想过，这不是还没来及动手，就。可是你们不能因为我想了想就定我的罪吧？你的意思是说，别人捷足先登了？啊，对，是。我告诉你，老老实实竹筒倒豆子，把真相吐出来。我没有做呀，我确实没有做呀。所以说呀，我真觉得这话说多了真伤身。这是些方便面。哟，你泡好了？吃吧。谢了啊。回来了。钱继发已经交代了作案动机，我看可以办拘留了。嗯。可是我觉得张兰英和周小燕的证词似乎太圆乎了，你不觉得什么事儿太圆了就有点不太对劲儿了？女人的直觉不得了。明天你还是去学校看看张兰英的女儿吧。好。周克。是。忙了一天了，这大半夜的，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呢。哎，反正知青啊。谢谢。净瞎忙活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这种偷鸡摸狗的小案子本来不归咱们管辖之内。这不汤组长让我接的案子吗？是啊，是让你练练手啊，练手你倒好好练呢。没事抓了个小贼跑了证人，抓贼要抓赃，贼偷一定要当场摁住。我摁住了，真的摁住了。抓住了小贼跑了事主，又没赃物，谁能证明他是贼啊？那我一个人也顾不过两头来啊，我哪知道那事主跑得比贼还快啊。哎呀，这常有的事儿，不愿意作证啊怕找麻烦。你要是有经验的话，仨人全能逮着。就是啊，办案只看结果，破了案皆大欢喜，破不了案活该辛苦你还得挨骂，干咱们这行就这样。大曾别说了，看得挺辛苦的一天了，快吃啊。周克，我是让他接受教训，芝麻大的小案你狂呼乱叫，我还派张望武装增援。笑什么呀？我整个增援他撒了一泡尿，我还搓火呢，那事主啊差点把他当流氓。你猜怎么着？整个涮他一嫩。哼，明天一大早啊，啊，我得求你办点事儿。您这话说的什么叫求啊？只要我能办到的，我准帮您。肯定能办到啊，就看你愿意不愿意了。有什么愿意不愿意的呀？您一句话，要我命我都给您。别，没那么严重，就让你帮我做个证。作证？嗯。我给谁作证？
你搁谁包了？搁谁包了？瞎了眼了你？这包完好无损。我那天掏包时候明明在上搁了一口呢呀。你有几个红皮包？我就这一个呀。什么友情？哎，大姐，你可得放明白点。你放明白点好不好？哎，你说你自己是什么不好？你偏说你自己是贼，神经病！哎，别的。老哥，来。哎呀，你呀，真是好人，所以啊。我肯定要帮你，我也知道，你们警察抓小偷啊，是有指标的。不能瞎扯，哼！不好说，你知道吗？哼，你给的。嗯，那谁追的？哎，哎，老板，钱搁这儿了啊。不用问了，看作业知道了。作业，6月1号是儿童节，布置的作文课呢是写一篇日记，要求真实地反映一天的生活，在这儿呢。你看，写的还不错呢，80分。啊，这是学校组织的郊游活动。嗯，这写的，快乐的一天过去了，晚上我独自在家，妈妈答应我带我去看电影。名字叫有话好好说，可是他却改变了主意，说是公司临时加班。母女俩没去看电影，这只能证明张兰英和周小燕一起撒谎作伪证。不，现在这两个人都是监守自盗的犯罪嫌疑人，也不能排除钱继发，除非能证明他和周小燕确实在一起。哎，要不要先拘审张兰英啊？不，先拘审周小燕。报告，钱继发在拘留室大喊大闹，要绝食抗议。你们。你们关了我这个好人，你们却放任了坏人。你们为什么不去抓张兰英啊？啊，他也有钥匙啊。哦，就因为那个周小燕那个婊子给他做了个证明，你们就……你说我冤枉不冤枉啊？放心吧，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，会查清楚的。那好，你先到我们家去搜查，看看我们家到底有没有那笔款子。这是钥匙。我们没有你犯罪的证据，不可能轻易搜查你的家。没关系，我愿意让你们到我家搜查。如果你真愿意啊，咱们就一块儿走一趟，也别说搜，就串门啊。行，请吧。哎，你们请看吧，这些衣服都是周小燕的，都是我给她买的。哦，对了，还有这个化妆品，这都是她的。其实啊，周小燕早就跟我同居了，可她非说那天没跟我在一起，你说这不是诚心害我吗？她每天都在你这儿住啊？啊，不是，一个星期也就是3到4天吧，因为我业务比较忙。喂，找谁啊？找谁？周小燕？周小燕不在这儿啊？啊，什么事儿？旅游的事儿啊，再说吧，再说吧啊，再见。哎，谁来的电话？哦，是周小燕她妈妈从杭州打来的。旅游是怎么回事？啊，这周小燕呢，想让她爸爸妈妈来北京旅游，而且就住在我这儿。就是那天晚上，她给家里打电话说，哎，对了，她妈妈能证明周小燕那天是在我这儿啊？甭问她妈，
先查询电话局，再审周小燕。6月1号晚8点10分，你用钱继发家的电话往你杭州家里打的长途，你怎么能在同一时间又在电影院门口碰见了张兰英母女呢？我是和钱继发在一起。怎么着，是不想要这个靠山了？早靠不住了。一年多以前，我就知道他的心思没有放在我的身上。他拿了那笔钱，早晚会甩了我。这种时候，抓不住男人，就抓住他的钱呗。我就找了张兰英，他是会计，有钥匙。钱继发用了他这么多年，也没有给他什么好处，他最恨他了。公司里的人也没有什么人知道，他藏得挺深的。你藏得也挺深的呀。如果我没说错的话，你们公司上上下下的人都知道你跟张兰英不对付吧？他走。朱科不敢呼你了，打电话过来让我转告你。什么事儿？他说暂时他回不来了，现在正在跟踪那个小贼呢。他怎么又抓那小贼去了？不是，是那个小贼让他抓证人。什么乱七八糟的呀！打电话，我等回来。你看，不，他也是。这个饭怎么吃这么半天？你不怕噎死？你呀，赶紧回家吧，甭再跟这胡闹了，好吧？哎，你要着急，咱现在就进去。那不是因为里边有老外，怕影响吗？警察，请停下车。这是我的。司机，麻烦您开下门，先生。你手里呢？是他的。他的？哎，你给我摁起来啊！马上就回来。好嘞，好嘞。警察，慢着点啊！给你看看这一段，独自在家。是你女儿在撒谎，还是你在撒谎？是我的女儿。好，好，我相信你说的话。为了你女儿的身心健康，我们有必要通过老师对她加强教育了。教育她如何有话老实说，教育她怎么做人。怎么样，你希望我们就这样通知你女儿的学校吗？不，不，是我撒了谎。
是我。我是个罪人。这事儿，你们能帮我瞒住我的女儿吗？二位同志，真谢谢你们了，终于把我的事搞清楚了。哎，你们等等，我告诉你们，千万不要轻信他们两个人。哼，这两个人不会跟你们说实话的，他们俩没一个好东西。哼，一半是天使，一半是魔鬼。嗯，那你呢？我？嗯，哼，我是一鬼迷心窍。嘿嘿嘿，哦，谢谢了啊，再见，再见。大增，大增，哎，周克来电话说有毒品交易，他在四号地区蹲坑监视呢，需要紧急支援。快走！哎，你慌什么呀？我看你跟季兰正忙着，就向老汤汇报了，老汤已经处理过了。嘿，吓我一身汗。昨天晚上说周克，这回周克可要立功了。哼！是谁？快点，金总，快点走。哎，大总，哎，周克这回可是立了大功了，好样的。曾师傅，多指教啊。歪打正着，哎，结果不错哈。进去了，我真不进去啊。